今天520丽江森林消防支队在火场一线向所有人说一声我爱你，老婆我爱你，爸爸我爱你，媳妇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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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都不想能爱你，我爱你。今天还在火场呢，今天是520，祝你节日快乐，我爱你。老婆，今天是520啊，我还在火场呢，我爱你。今天是520，然后祝你节日快乐，妈，我爱你。